苏振兴关心的变观光的基地，这是布袋的观大的教堂，是全世界最大的高跟鞋造型建筑物。曾经上百间的世界媒体前来报道，为再现风华。温哥华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在周边规划着城堡、马车和钻戒的隧道，并在日前举行着点灯的仪式。为何布袋观大的教堂搁点迷人的风范？温哥华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邀请到国内知名的灯光设计师，结合着广大的教堂建筑主体灯光，用作巴洛克光雕和上百粒电脑灯光特效，搁搭配《仙女奇缘》的主题音乐，进行一场真特别的点灯秀。高跟鞋式的建筑哈啊，已经吸引了300多个媒体全世界来这里，那超过了300万人次。那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很多的商城哈跟设备哈，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人我们从3月23号开始到5月7号，45天，这个巴洛克式的灯光秀都会持续这45天，而且我们整个布袋镇的所有商店呢，他们也联合起来做一个打折扣的一个畅销的活动哈。为延长游客夜间停留时间，和观大的教堂观光后，会延长到暗时，特别规划到3月23到5月7号，每天暗时6点到9点，进行2017高跟鞋教堂巴洛克光雕展活动，希望能吸引到观光人潮。最新看到红布袋店彩虹报道。